还不得已打断了，是因为这个时候周深来到了我们直播间，给我打了个电话。娜姐太忙了，你等我接个直播。周深，我在直播，你快跟新浪微博的打个招呼。新浪微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尴尬啊！很尴尬吗？太可爱了！哎，你不用画，很好看。对，可以。我刚才跟你的小姐妹碧晨刚通完了视频。啊，是啊。嗯。你们聊啥呀？我们俩刚才聊了好多八卦。啊？可以给我听一下吗？他在拍杂志呢。他在拍杂志。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。刚好出差。是吗？啊，你干嘛？你现在在家？你，哎呦，你看你不化妆不捯饬头发挺好看的，好帅哦。我小小的捯饬一下。你太逗了。你最近出去吗？对，出去，明天就出去。明天走啊？嗯。哎，今天我这个是来宣传来了。我看到您在线带选学员，看到您直播了。看了。哎，你知道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的学员啊，我有其中有一个人，我让他唱你的歌呢。哪首啊？猜呀。大鱼郭庆唱过了，我就不让他再唱了。有一个超有难度的歌。有美声的吗？嗯，对，对呀、啊，对，不好唱，特别不好唱。对，那个歌我都不怎么唱。你也不怎么唱，我当时教唱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说这个钱雷怎么写的？对，雷哥真的是神来之笔。神来之笔，然后特别难唱。对对对，我觉得。这个，哎呀，你还别说，隐约和钱雷他们俩真的默契，就抓到了你的最硬核的东西。结果吧，对这首歌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太有实力了，轻易不能随便交给哪个学员唱，特别不好唱，容易给唱砸了。谢谢娜姐，谢谢娜姐。不过最爱的是他们写的，我甘愿孤注终生，不为生，不。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变声的吗？是。对，这小黄人儿。好吧。所以他们让我不能说的。可以切换成其他人。哎，你下次啊，下次麻烦你来去找我们探班去吧，我把那个学员介绍给你，好吗？好。啊，我现在不能。加油加油！我下次再告诉你是谁唱的这个歌，好吗？然后你教一教，拜拜。我还要先把你学习的，我就不教了。好不好？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辛苦啊。